欢迎收看矮度 channel 啊！今天呢，来到槟城的最南端的西南区，普罗那边，普罗三贝。哇，这里呢的早餐呢，有一档是刚刚新开张而已啦，只开两个星期。它的蒸河饭呢是比较特别一点哦。我们都知道啦，河饭一般上我们都是拿去炒的嘛，可是它把河饭呢真的是很特别哦，这样子吃起来不止清淡，又好吃啊，还有又加上哇，有一档啊。虽然他已经卖超过60年了，但是现在给新的一代接手了过后呢，哇，他把那个汤汁啊重合三合一，就把福建面啊、捞米啊还有咖喱米的汤综合在一起，真的是很特别哦。所以说呢，新的观众如果没有订阅频道，记得要先订阅、点赞还有开小铃铛哦，记得把这个影片从头看到尾哦。久啊，你的那蒸河饭？这个刚开始了，来两个星期。两个星期啦。OK， 你可以给我了解一下，你以前是在那里卖呢，还有卖过什么东西吗？我其实晚上是卖炒河粉来的，然后已经也是在巴厘普拉了，已经卖了4-5年了，可是不是在这个厂子，在别的地方。不是在别的地方啦。OK。那你的蒸头饭有什么特别的？可以了解一下吗？有什么特别的秘方啊？秘方啊，就是它的酱油是自己调制的咯，然后又跟人家不一样，就是人家是拿来炒、拿来炸，我就是拿来蒸的。Okay, 还有早餐就是要给人家吃的清淡一点。哎，我很想了解一下，你们是几时有开档啊？星期几有开档，星期几没有开档，可以了解一下吗？你们的那个营业时间？营业时间是早上7点到早上11点哦。每天都有开吗？啊，每一天都有开，除非有事情没有开。那你只是卖蒸河饭的，还有卖什么东西啊？因为刚开始啊，现在是暂时是蒸河粉的，接下来还可能有蒸别的东西啊。
OK， Mr. 你在这边开了多久了啊？这里开有一年多了。那你们，你的这个阿鼻面呢，有什么特别啊？很想了解一下。这个他们吃的 customer 讲了，卤面不像卤面咯，家里面又不像家里面，不见面又不像不见面了。真的哇，好很特别哦，这样子。那我很想了解一下你的营业时间呢？我是6点到12点这样哦。你们每天都有开吗？星期一休息啊。哦，星期一休息啦。OK， 那你不止卖阿比面啊，像你还有卖云吞面对吗？对。有什么特别吗？云吞面差不多平常都一样哦。哦，跟差不多平常的一样啦。你只是卖干吗？还有卖汤的吗？有干有汤哦，还有麻辣家里的也有。哦，麻辣家里的也有，我这样子的很不错啊。那现在已经开放了，人潮如何啊？比较有一点人潮哦。那我想了解一下，因为现在就是通货膨胀嘛，也许就是你们明年会涨价嘛，要很想了解一下。还不大清楚，看大家怎样，再商量看咯。来到这边呢，是槟城的最南端的巴厘古老那边呢，去吃我的早餐，起得特别的早哦，早上6点半我就起床，要开车开到来这边呢，路途会稍微比较遥远点，可是这边呢有一档刚刚新开张的，它的叫做蒸河饭哦，它把那个河饭呢拿去清蒸而已啊，这样子吃的话会比较清淡，可是它还有蒸肉，还有鱼，还有古丸哦，还有炸鱼，现在我们来试试看它的口感。哇，你看它的河饭真的是滑溜溜的，真的是很好吃哦。它的酱汁呢，就好像啊，每次我们去吃那个香港的鸡胸饭的那酱汁很相似。还有它的那个新鲜的蒸肉，它的鱼肉啊，炸得酥酥脆脆啊。要为大家介绍了，哇，这一刀呢就会比较特别了。其实呢，这一刀的它的卤制呢，它有用福建面，有用糯米啊，还有用家里面的那个汤汁综合一刀啊，菜肴啊，它里面呢有什么？它有鸡爪，然后它有猪血，还有那个叉烧，还有鱼饼。首先呢，吃面呢就要喝汤汁啊。哇，那它的汤汁真的会吃出三种口味啊，真的是很特别哦。它已经是第三代了，这第三代呢接手了过后呢，真的是很有创意哦。整个槟城呢，只有它一档而已哦。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了，就是它的那个。也是同样一档，他所卖的那个云吞面，那个面看起来是蛮 QQ 的，还有他有蒸的又云吞，还有炸的云吞，还有加上就是叉烧哦，这有使用绍兴煮的来调料，真的是很香。真的，它跟一般的那个云吞面的那个骨质啊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说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新的地方要跟我介绍的话，记得在下方留言哦。所以说，新的观众如果没订阅频道，记得要先订阅、点赞，还有开小铃铛。吃到喽，真的很好吃哦。好了，下期见哦，再带你们去吃好料哦。